谁说是笑颜里开的花几人无声，风雨中飘零的容颜不再鲜红，谁握住女人一双暗香的手，把女人在远近高低你放心吧，娘。娘知道，知道。嗯，乖。小华。爹。爹不会让你跟二孩在外边长久住的。一旦多鹤生个小子，咱就好生的把多鹤安顿好，你们俩就回来。啊，这外面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呀。这老话不说了吗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。啊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吧，小伙子。走了。跟小欢好好过日子啊，别吵架也别打架，和你生生幸福。行了，别磨牙了，赶紧上车走吧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爹。加把劲儿！哎，走，走，慢走，路上小心啊！回吧，回吧，爹，你慢点赶车啊！回吧，知道了。娘，你放心。娘。
比咱们小镇上强多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尤其是啊，是离开我公公婆婆，我就觉得说话呀、走路啊、干什么都可自由自在的。对了，二环，你看，这个叫电灯，就这么一拉它就亮。你看，它可神了，也不用油，也不用点，就这么一拉。你看啊，哎呀，还是县城好，什么都有。咱们到县城了，应该各方面都注意一点。干什么呢？回来了。啊，快来，搭把手，把这个帮我挂上。那有钉子，还有锤子，快点。干什么呢？啊？我想在这两张床中间拉个帘儿，把它隔开。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呢？你说，咱们从镇里躲到县城里，人家大舅给安排的多好啊，你还不高兴呢？哪儿好？哪儿不好啊？哪儿都不好。在家的时候，镇上的人咱们都认识，去哪儿都方便。现在倒好，到了县城，又除了大舅一个亲人，咱们谁都不认识，去哪儿都不方便，两眼一抹黑。你说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我打你个没出息的！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爹想娘吗？嗯。一个男人，有点志气行不行啊？那谁能总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呀？小鸟还有离巢的时候呢。再说了，咱不是为了生儿子吗？嗯。等咱有了儿子，咱想回家就回家。如果不想回家呢，咱就把爹和娘啊给接过来。咱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那咱们什么时候能有儿子呀？那就看你了呗。这回你抓紧点时间，让他呀早点给咱怀个儿子，啊！这不要脸，小点声，你不怕别人听见？说谁不要脸呢？你不要脸。我是你老婆，为什么不要脸？就是不要脸。你再说。你丑不要脸。不要脸，不要脸。我也不哭了。你新搬来的？是新搬来的？从哪儿搬来的？啊，我是从乡下搬来的。姓啥呀？我男人姓张，我姓朱，叫朱小环。大姐，你贵姓啊？我姓金，你就叫我金大姐吧。我男人姓钟，我就住楼上那屋。你看，那家啊？嗯。哦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是，大姐一看就是爽快人。我们呀是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。以后还请大姐多多关照呢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以后有事儿啊你就跟我说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是是是。这是你的孩子？啊，是我孩子。小子还是丫头啊？丫头，是个丫头。哎，孩子放在屋里行吗？行，我妹妹啊她在我们家住，帮我看孩子。啊，大姐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要有时间的话到我们家坐坐。哎，好好，能去能去。哎，那谁？那是新搬来的。新搬来的？嗯，
从哪搬来的？说是从乡下。他姓什么？他男人姓张，他姓朱，叫朱小环。哦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咱现在的形势啊还不稳定，这土匪和特务的活动太猖獗了。像这样新搬来的人家啊，你得替我留点神。要是在我这个公安局治安科长的眼皮子底下住上个特务人家，那我可就失职了。不能啊，哪那么多特务啊！我叫你留点神，你就留点神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给你留点神，行了吧？那看哪一代，还有困难的呢？那看哪一代？你是不是又说日本话了？你怎么记不住呢？不让你说日本话，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要随你说日本话，在中国怎么待呀？再说了，这是我闺女啊，凭什么说你们日本话呀？来，哟，妈妈抱啊，妈妈抱抱。哎，我这捆好好的，你怎么又给解开了？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啊？我们都是这么捆大的，你看我们中国人哪个不比你个儿高啊？从今往后，我要是给孩子捆好了，不许你解开。嗨，好。哎，我说话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这个都是为你好啊。你看这院子里，人多眼杂，你走路的时候注点意啊，别一溜小跑的，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。我们中国人呀，走路都迈大步，记住了啊。嗯，对了，还有，你呀，别看见人就鞠躬，我们中国人实在，不像你们点头哈腰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宝宝飞一个，啊，宝宝飞一下。小华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哎呦，芳芳大姐，是金大姐吧？哎，哎呦。哎呦，我看你孩子没有摇车，我孩子大了用不上了，我就给你送过来了。哎呀，给我了，嗯，谢谢金大姐。哎呦，你可真是热心肠的人，我还真缺个摇车呢。大姐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妹妹二环。哎呀，你这妹子长得真俊呐。二环，她就是咱们院的邻居金大姐，人可好了。你好，大姐，我妹妹啊，她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哑巴呀？啊，太可惜了。那咱们说话，她能听见吗？能啊，咱们说话她能听懂，就是她自己说不出声来。小的时候啊，她发高烧就把嗓子给烧坏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哎，大姐，你快坐，你快坐。哎，不用坐，我帮你把摇车挂上。在这儿干活，啊，就是有点累，搁这儿也没啥好活。没事，他们能干，我也能干，我不怕累。老于啊，老于，你来一下，来。哎，来。掌柜的，你有啥吩咐？这是我外甥，以后呢就跟你们一起干活了，你呀就多关照关照他啊。掌柜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叫啥名？啊，叫二孩。那就二孩是小名。哦，大名叫张姐。这活啊简单，就是处理的活，我们干啥就跟我们干啥就可以了。哎，二孩啊，就先在这干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带他来，来，跟我来吧。哎呀，就摇车。哎呀，把这个一铺啊，这孩子往那一躺，肯定舒服。嗯，行了吧，二环啊。哎，二环，你把孩子抱过来，放摇车里啊，来，把孩子抱过来，放在摇车里，可舒服了。你给我，你把孩子给我，没事的。快快快，别孩子再醒了。哎呦，睡了。哎呦，看我闺女睡的。哎呦，我闺女还没睡过摇车呢。哎呦，你看，哟，正正好好的，你看，嗯。
闺女悠起来，看看，哎，悠起来喽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让她悠起来，这真没事的。这个东西啊，能禁住四五十斤呢。这孩子才十来斤，你起来，你去，你去给金大姐倒杯水喝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她担心孩子。你别说，这孩子还真喜欢坐摇车。你看，把他美的睡得这个香啊！大姐，你家孩子多大了？我孩子可大了，一个在天津爷爷家上学，一个在县城上学。那么大了啊！我结婚早啊，早就叫我们家那口子啊给祸害了啊，扑噜给他生俩孩子。你是母鸡下蛋呢，还扑噜的。哎，咋听懂了？听得懂。来，大姐，喝完水。哎，谢谢。给你补补啊！哎呀，我这就是伤风了，停停就过一道风。你什么伤风了？你看你这一阵咳的，这咳嗽的这么厉害，你这就是想儿子、想媳妇儿想的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要是想他们了，你就去看看他们，反正离这儿也不远。你再这说了，他们生完了孙子就回来，也就是个两三年的事儿。你说你上这么大心火干啥嘛？上火不上火？你把那鸡放下，那鸡下蛋呢？这，你看你咳嗽的，啊，咱去看看大夫吧。啥不用啊？咋的？我说话不好使啊？快走。哥，不是二环，你说我们中国这摇车好吗？好。那当然，那是我们中国的。你说是我们中国好，还是你们日本好啊？都好。我才不信。要是你们那儿好的话，那你们日本人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呀？不在自己国家待着呀，还是你们不好，羡慕我们国家。妈妈说的，他们都不想离开家乡的，和二和一样。二孩怎么了？他心情不好，想家的，想妈妈的。那不是为了生儿子吗？有什么办法呀？他是男的，我们就不用离开家了。我也想妈妈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是我婆婆。妈妈对我好。那我呢？我对你不好啊？也好。不如吗？你怎么丧良心呢？我对你不好，我能把你留在我们家养你啊？
我把我男人都给你了，你还说我对你不好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要再说我对你不好，我就把你从我们家撵出去。孩子呢？我当然留下了。不可以，孩子在，我不走。不可以，你那么犟呢你？跟你开玩笑，你没听出来呀？笨！我呀，我才舍不得把你撵走呢。你要是走了的话，谁给我们张家生个儿子呀？再这么咳嗽下去啊，你就把那个肺都咳坏了。行了，别那了啊！你不知道二孩费血呀？咋的？我说话不好使啊？你说过去咱这院子里面鸡飞狗跳的吧，太热闹啊，这一冷冷清清的，心里有点难受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想他们了，你就去看看他们去。我一个人在家行，能照顾自己。你我又不是二孩。话说的呀，那看看能和住在一块儿一样啊？再说。你一个人在家，我哪放心呢？那要不我把他们接回来？不行，你接回来，多喝咋办呢？哎呀，多喝哪能待得住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咋整？没别的办法，熬吧。大夫说这药可好使了，喝下去就不咳了。啊，你听话啊！哎，还有点甜味儿，快来，来来，快来快来！哎呦，慢点啊，别呛着！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听话。Thank you.
孩儿，嗯，你今天活不累吧？我看你挺精神的。不累。明天你干一天活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有女的干的吗？要是有的话，我明儿就去。我知道你那活累，哎，要不行的话，跟大舅说说，给你换个轻快活干呗。轻快活倒是有。什么呀？当掌柜的。屁话。那掌柜的是你当的。也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。今天啊，我在街上看见咱们邻居了，就是老赵家那二小子。嗯，他跟我说呀，爹娘挺好的，嗯，而且还说咱娘胖了。娘能胖吗？真的？那怎么就不能胖啊？你想想啊，咱们在家的时候有点好吃的好喝的，娘都给咱们吃了。那现在咱们走了，家里有什么活啊？就剩老两口，又有吃又有喝的，能不胖吗？是不是？能有什么吃的呀？萝卜、酸菜、大饼子。你看看你，人家二小子都说了，爹跟娘啊捎来话了，说不用咱们惦记，他们挺好的。咱们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，爹娘都没来看过咱们，是不是病了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说话你怎么不信呢？挺好就是挺好，二小还能撒谎啊？呀，姐姐，水好了。哦。你洗完澡，你浑身干什么呀？上哪儿去呀？你洗完澡，澡没洗啊？你烦不烦人？让不让睡觉？哎呀，你快过去啊！谁不让你睡觉的？你忘了你该干什么了？我太累了。行不行？都得去。不去就今天晚上。你去，去，你不去，去你快去！这动物有火了，火了。啥事儿啊？我回一趟老家啊，刚回来。你娘咋病了？我娘病了？啥病啊？哎，就是一个劲儿的咳嗽。哦，哎，咱们镇上的马大夫说，可能是上火了，把肺给烧坏了。哎呀，大舅，那我得回家看我娘家，我得向您告个假。哎，别别，啊，我已经把你娘给接来了。啊啊，在我家呢。哦，走走走，好，走，大舅。
情啊，姐。哎呀，没事。师娘啊，非要让我到县城来，其实我这病也没啥，这不给你们添麻烦吗？你看你说啥呀？我看你这病啊不轻的，师娘把你拉来可就对了。赶明儿啊，让师娘去找个好大夫，用好好给你瞧瞧。真的不用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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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，娘？啊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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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看见你，娘，娘，我想你啊，娘。你知道了，娘，这个病都是想你们想的。你们在的时候吧，娘还没太在意，就觉得这院子里闹闹哄哄的，一天到晚烦心事也多。可你们这一走啊，院子也空了，屋子也空了，娘这心里啊就更空。娘想你们，娘天天都想你。我也想你啊，娘。我从小到大又没离开过家，娘。那天你跟爹把我们送到县城，你们走了以后，我干什么都没有意思，我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像丢了魂儿似的。娘，娘，我离不开你们呀，娘，娘。儿子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听娘的话，千万别这么说。你是个男人，你早晚得离开爹娘，你得撑得住。听话啊！我听话。小孩子听话。姐啊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病。明天呢，我去给你找好大夫，抓两副好药，吃了用不了几天就会好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师娘啊，你对姐真是太好了。姐这心里，阿孩。哎。记着舅舅和舅妈的好，好好报答他们。嗯嗯，舅舅舅妈鞠个躬。哎哎，谢谢大舅，谢谢大舅妈。嗨，都是自己家人，还客气什么呀？小梅，哎，娘病的到底怎么样？挺厉害的，一个劲儿的咳嗽。以前也咳嗽呀，冬天的时候我娘总咳嗽，这回不一样啊，咳得脸红脖子粗，有的时候吧还咳血。咳血了？啊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娘，您歇着吧。大舅，您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嗯，这件事啊，我琢磨了好久了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可一直也没来得及说。现在看看你娘病成这个样子，我就不得不说了。哎，坐下。原来吧，你们家的日子过得挺好的，就因为小环不能生孩子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本来我跟你爹你娘都说好了，给你娶个二房，他们也同意了。可谁成想，你们救了个日本女人给你生孩子。这要在过去啊还行，可如今这世道变了，你家里藏个日本女人，这心里她不踏实。你看，为这事儿，你们从镇上跑到县城来，你上火，你娘也上火，可这一上火，你娘病成这个样子了。现在想起这事儿啊，太亏本了，太亏本了。阿华，阿华，大舅，咱娘呢？在里屋呢。咱娘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你自己看看去。嫂子，你别着急，跟我上屋去看看。大舅啊，那您说这事儿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抱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正好啊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的女儿啊，被村子里啊一个老爷们给糟蹋了，怀孕了，现在都六七个月了。我跟他说好了，要是生个小子，咱们就给抱回来。他也答应了。那人家舍得吗？他一个大姑娘生孩子，他敢留吗？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个孩子要是抱回来啊，你赶紧把那个日本女人给我弄走，啊，不能留。现在是乡下的光棍多着是了，你呀随便找一个，
把她给嫁出去，还能给俩钱儿，咱也不亏本。你说这事是不是？大舅啊，我还是有点怕。你怕啥呀？我怕我娘不乐意啊。我娘跟他有感情了，我要是把他送走了，我怕我娘生气呀。那就先瞒着你娘。那能瞒得住吗？咋瞒不住呢？先别跟他说，再等几个月，那大姑娘生了孩子，咱把她抱回来送给你娘看看，就说是你跟那日本女人生的。你娘要是问那日本女人哪去了，你就说她生完孩子就跑了。那行吗？咋不行啊？你看，二孩，我没想到咱娘病得这么厉害。今天早上你不是跟我说咱娘好好的吗？还胖了。我那是宽你心。这个败家娘们，你撒谎，你还有没有正经事儿？我这就是正经事儿。撒谎就是正经事儿吗？我那是让你心情好，你心情好了，不就能和杜鹤干那事儿啊？这不是正经事儿啊！自从离开家，我就没有一天好心情，我没法跟他办那种事儿。你越不办，咱娘不越着急呀？你着急，你去办，你去办呀！大舅，你看看他。大舅，我去办事儿去了啊。大老爷们儿，嗯，痛快点。哎，你办什么事儿去？办正经事儿去。大舅，你看。哎呀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到那我看你妈去，去。嗯。离开家多久了？你想不想我娘？妈妈。对，妈妈。想的。你想不想去见她？娘，这是大舅新给你抓的药，说是专门治你这病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靠着来，先喝一口。嗯。看看，苦不苦？烫，烫啊！那咱待会儿再喝。孩子咋样啊？娘，孩子可好了。真的呀？那你看你来也不把孩子带来，娘看看呢。娘，你不是病着呢吗？我怕孩子来了闹你。闹啥呀？哎，小环，去让多鹤把孩子抱来啊，娘想他们了。行，等你喝完了药，我就把多鹤给你叫来。这孩子。小环呐，哎，
二孩和多鹤那啥了没呀？二孩不干，这又咋的了？又不是头一遭了。二孩说离开家之后心情不好，他做不了那事儿。要不就是你们住一屋里，他不好意思啊。可能吧。没事没事，小环呢？哎，娘是这么想的哈，你抱上孩子先回娘家住上几天，他俩在县城待着，那他不就好意思了吗？行不啊？能不行吗？等你病好了，我就抱孩子回去。哎，娘喝药，娘喝药，自己来吧。习惯了，静静坐。